我的字啊，不用白写啊，这都要收润笔费啊。张副兄，你的字哦是自成一体，路笔无奈千金难求，只要先生愿意替阮写，这哦自然无问题啊。好，安尼我嘛袂加收，每一百字200大洋。放心，无问题。好，卖着急，也未讲完。我若要写，都唔那写一百字，每一个月写一百。两位意思啥款？每个月一百啊？对，每一个月。安尼古头无奇怪呢。哎呦，真正难顶。一个月一百哦，我甲丈夫老细这么多年，手头连一百字都无。这有影。啥款？恁要收无？无要收我收哦。明珠兄、丈夫兄，恁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是啊，大哥为100、100、200，我收收好。明珠兄，写合约。明珠兄，你拄食迄个？哎呦，伤过啊啦！阿兄，好人先莫讲，伊毋过厝边伊是一个小姑娘，伊哪会介意这种物啊？我嘛想要买保安啊，给伊啊，伊毋过哪有钱啦？紧做啦！来，请坐啦！坐，紧坐。啊，为了见中山先生甲黄兴将军落来耽误几工。安怎？上海形势如何？反袁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，势不可挡。只是袁党的镇压手段嘛，愈来愈凶残啊。是啊，各地拢死真侪人。不过我相信哦，因是袂白白牺牲的。话讲回来，丈夫，你办代志效率非常的好哦，一日就找到真侪同志。不是我办事有效率。是大家拢着急吧？已经忍遮久哦，拢用要起笑，总算有机会，一定着较平啊！是啊，安尼咱开会啦，我传达一个中山先生的指示。好，即卖形势对咱来讲是有利的。世界上列强伫欧洲小镇，顾未着咱中国。伫国内，袁世凯为着顺利称帝，加强对反袁人士镇压的力量。不过，这么高压的政策，颠倒予咱得到真济民众的支持，所以。中山先生甲黄兴将军，要叫咱赶紧行动起来，培养兵力。一旦时机成熟，就起兵护国，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，就创造一个新的强国。我伫丈夫先生的同意之下，以回乡办杂志为名，组织一个队伍，即马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啊！哦，只要芬兰起事，乌南人大声响应，敢闹一个翻天覆地，做了水亏啊！我哪会感觉是丈夫在顶收将军啊？真正是久无见面，另眼看待哦。听讲你有大动作，甲阮讲一下。我这种相怕冤家的代志啊，无在了做。我是做我的老本道，写字。这两个月，我甲玉白沙拢无出门，办一本杂志，叫做《青年杂志》。本意是鼓励新文化，宣传新思想，造就新青年，就是要用世界上上界先进的思想理论。来代替
统治中国几落千年的孔教授讲，用科学甲民主的大旗，重塑一代新青年，这是创刊号的样本。请各位先生指教。中夫兄，封面顶头那是一个外国人，伊啥？卡瑞基啊，钢铁大王兼主持人家，伊是苏格兰的人，十几岁因为生活问题搬去美国，为着要转职，伫个纺织厂做过工，嘛行过下路，做过外送员，后来靠家己本身的聪明，一个拍拼建立家己公司，创建甲洛克菲勒一个摩根并立的钢铁帝国。变作是美国经济三大投资，我所以会把卡瑞基当作是咱创刊号的封面人物，就是想要甲遐个搁伫个吃苦受罪的中国囡仔讲，天下的路是留予天下人咧行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丈夫，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，我也上手赞成。唔过那是你全面否定孔子儒学。我无赞成，林建平，唔是全部，你就听我慢慢啊详细讲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来，有人讲你单独秀创办十字，是为着要唤醒个人政治的甲伦理的觉悟。那你这个觉悟到底是啥物？大家都知影，多公年林则徐禁鸦片，英国人都打入来中国，人军用炮强，咱输甲土土土，所以有人就提出爱输于长期以制夷，这是第一道的觉悟。知影家己技术输予别人，都爱向人学习。后来，嘛有人进一步了解到，咱若是技术输人，上个重要是国家嘛输人。外国人有比咱更加先进的制度。所以就莫说变法，满清新政，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，建立共和，这是第二道的觉悟。不过建立民国又安怎呢？外国人同款欺负咱，老百姓同款吃袂饱，这是为什么？这都唔那是咱技术输予别人，制度输予别人，上界根本的是咱的思想、道德、理念，无人遐尼啊先进。所以我讲。所有的觉悟，追根究底，就是思想的觉悟、道德理念的觉悟，这最后的觉悟，讲到底，人的觉悟，这最后的觉悟，就是爱换头脑，爱找到世界上上先进的思想来武装咱的人民，来塑造新一代青年，来创造一个全新的国家。当代中国的新青年，我认为应该有六个标准：一、自主的，并不是奴隶；二、进步的，并不是保守的；三、进取的，并不是退稳的；四、世界的，并不是锁国的；五、实力的，并不是虚文的；第六，科学的。并不是空想的，六条标准，总共一句，就是科学、以民主。要造就一代新青年，只有用科学甲民主并重。科学甲民主就是检验政治、法律、伦理、学术以及社会风俗，甲人民日常的生活一言一行的准则。只要是违反科学甲民主的，就算是祖先所留落来。圣贤所教的，社会所推崇的，拢无值得提倡。科学甲民主是雕用，不过如今国家竟然让一间看甲目睭皱、搁生菇、搁烂疮、搁伫老人的老厝，要安怎才会当让科学甲民主的日头照入去厝内呢？过去。咱用上简单的方法，甲一间老厝讲得倒。不过你甲一间厝讲得倒，迄生菇、烂疮、迄个人，同款阁藏伫个内面，发出来也犹原是腐朽的垃圾物啊！
所以中国要强大，咱唔呐在拱掉迄间老厝，搁较重要的是，咱在挖掉伊腐朽的根源，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，用科学甲民主的理念来武装咱的青年。安怎武装？大家拢在探索。我的意见是，先予咱对入心入脑的日常生活来做起，先对咱讲话写字做起，提倡白话文，讲大家拢听有的话，写大家拢看会了解的文字。咱就要用新闻学的力量来启蒙大众的思想。1915年9月15日，单独秀在上海创办《青年杂志》，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。讲到这个单独秀，真正不是一个空嘴无舌的人呢。都会过几个月，就做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代志。今麦虽然是深秋啊，也不过你敢知影？我为这本《青年杂志》披着春天的气味。哎呀，单独秀吼，无简单啦、啊，总算出手啊！而且一个出手就是惊天大炸雷啊！我即马总算是了解啊，伊这个自觉心是啥物意思？来，小尚兄，两个月前佮几间画工要批评单独秀悲观亚视自觉心，那一帮呢？你就变做伊的死党啊，对无？都上拄两个月，中原已千年啊！想当初，伊讲袂当甲爱国、甲爱迄个腐朽的政府摕来相比拼的时阵，有偌济人伫骂。也毋过即摆咧，中原已经变成全中国的共识。伫这点吼，你必须爱承认，单独秀的眼光也是真特殊。小姐啊，你要甲我咸死啊！一涵，何民众的思想觉悟，嘛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代志。我无法度在日本读书啊。这是伊给我的批，希望咱中国问题研究会尽量甲青年杂志投稿。
朋友开书，二十八位信者，长沙报以合主呀。但有忍耐艰苦劳顿，无小机心，立为国家者。受阮求索，上下你欲迈当道者，该吾之所求也。故愿愿英明以求友，感报众别之福。趣味哦，朋友莫大过气，咱属于这个二十八位星，就请娶某是无？刘先生啊，好、哦。哎呦，臭气啊呢！来来来，接我们。哎，好。你嘛一了。哎，朱总哦，你误会啊。伊吼是想要找一个人同心协力，保护国家的朋友。气势真大哦，你有淡薄啊汤圆结义的意思啦。这个二十八卫星的是倒一个呀、啊？妈，二十八卫星是毛泽东，润基呀、啊。润基哦，这个囡仔厉害哦。甲你叫了，请问您像是二十八卫星啊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来应征会友的。我叫做蔡和心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肖祖先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想手拢油麻啦。陈昌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何雪恒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迄、那个二十八卫星是，伊等下就转来。啊，先来吃饭啦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我找到宝贝啊！哎，我找到宝贝啊！哎，二十八卫星回来啊！干妈妈，辛苦哈！润基，你即马是咧搬倒一处？纳米大陆，总指名山。哎，对啊，苏景华，纳米大陆，烈风雷雨不灭。二十八卫星，我相信天必降大任于斯人呀！润基，新朋友。况好小夫人，君为知音者。这位新朋友，请问尊姓大名？尊字不敢当啦，不敢当。我叫李立森，湖南乐陵人。我是二十八卫星，毛泽东。你好，你好。请坐啦，先看我的宝贝。好啊。是什么宝贝啊？来，哎，来来来，道三刚哈，尊姬，道三刚，哎，谢太阳。你看就知影啦。来，看麦咧。这就是我的宝贝，一人一本哦，一人一本，一人一本。今仔日咱这个精友会，无要讲别项，就干来讲这啦。来，看麦咧，你先看这哦，看麦咧，看麦咧，这真正是宝贝。各位，单独受先生主编的《青年杂志》，杨昌石先生捌给咱推荐真侪摆，讲是找到救国的药方啊。润环吼讲了对，这吼就是救命的药。我刚才只是简单看一下创刊词，看到这敬告青年，我已经感觉整个人叫打清醒了。醍醐灌顶，醍醐灌顶。润基 啊，你一声就买这么多杂志，你这个月是要吃啥？哎，我有出租就医。润基啊，你得安心要读你的书，若真正巴肚枵，就来干妈妈家，保证吼，给你吃会饱。来，好，哎，我真正枵啊呢。你真正给我提醒呢，干妈妈，会记嫌叫我加花一挂哦，爱做嫌米款的哦。有够你吃啦！多谢你哦。各位，我即马精神足好哟、哦，咱不是一直在讲要再做新民，啊，什么是新青年呢？但重复先生吼、哦，叠加有讲到六条标准。嗯，自主的，并不是努力进步的，并不是保守的，进取，并不是退稳的，世界、嗯、并不是锁国的。是的，并不是虚文的，科学的，并不是空想的。讲了真好，重复先生所提出的这六条，正是我辈以后打拼的方向。对啊，这六条虽然好，不过我感觉吼，也无够全面。哎，哪会安尼讲啊？我感觉吼，至少搁加一条，健壮不是体力的。哎，恁讲较详细无？各位，我国的士林吼，文弱真多，武风不济，甲拍拼救国的新青年吼，坚骨强，才会当气力雄，才会当真正将外国人叫咱东阿平分母啊吼，彻底打掉咪涂卡。讲了好，有道理，我认同，我嘛认同，我嘛认同，对，我嘛同意。
啊飘风，啊飘风啊嘛，系免着急，免着急，就是安尼啦。文明基思想，野蛮基体魄，心力体力，合理唯一，世上事，未有不成。各位，这才是咱中国的新青年。我已经想好啊，我要投稿《青年杂志》，好好来讲咱中国人家己的体育。好好好，甲真侪苦苦追求救国真理的青年学子共款，毛泽东和新青年拍开眼界，伊开始遵照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来探索。这段期间，伊伫日记内面写着这款话：倚天奋斗，纪律无穷；倚地奋斗，纪律无穷；倚人奋斗，纪律无穷。各位同学，我看完这本新出刊的《青年杂志》，一声就和单独就先生写的创刊词《建国青年》吸引，伊就亲像一把明灯，照光我的心底，让我感觉我以前所思、所学、所行，真正是一无所处。所以，我打算改变一下我要读的文章，读一下这篇《建国青年》，甲大家分享一下我心中的快活。国人，你欲托蒙昧时代，修为千化之民也。即急起必对，同以科学，以人权并重。殊不知科学，果是阴阳家互随五行之说，黑色无明。拢不知科学，果无德政气堂之术。讲不知科学，果晦气于地，用及于异国。想不知科学，果威慑蒙处近利。未来之胜算，无用心恩；亦不敌科学，既不该人心之过错，宇宙间之数理无穷。科学领土内之高如太平者，政治广阔，青年免何哉？出来了，小路考起来，青年杂志已出版，中国人为多磨难，陈独秀两张也放来公开。德先生、赛先生已经跑到中国来，钢铁人往卡内基。卡内基不是三峰鬼哦。他原来是一个打工的小男孩。来来来，过来看卖哦！来看卖看卖，青年杂志，德先生跟赛先生来啊！看他雷击来做完美国梦，为做做什么人，变做钢铁大王！来看卖看卖哦！看卖哦，来！青年杂志，请你看卖哦，青年杂志哦！来，看卖！哎，来对新形象哦，嘿嘿，看卖嘞哈！来来来，快到下令了！来，青年杂志，青年杂志。我一个少年同乡的吼，伊叫做吴石，这个囡仔十九岁吼，就去美国留学啊，先在这个康奈尔大学学农学，后来佮读文学学院，今年又佮去哥伦比亚大学，跟迄个有名的教授杜威咧读德哈博士的学位，因讲这个囡仔吼，文书德是达行精通，你看，看到咱的青年杂志吼，真激动，就写这条批来，伊想要写一篇关系。文学革命的文章，所以我就要征求恁的意见啊。足好诶，文学革命这题目实在足好诶啊！我真正想袂到讲，一个伫国外留学遮侪年诶学生，会当对我单独秀办杂志诶心思看甲遮尔清楚，奇才啊，知音嘛！哎呦，丈夫啊，别牙出皮呀，学了过头啊啦！丈夫啊，一个少年的写的批，你敢唔需要遐尔激动啦？伤含啊啦你，一点啊都袂含，思想启蒙袂用个空谈，得对具体来做起，得爱放眼大众的生活，文学革命作业，这篇文章那是写好啊，迄就是一粒炸弹。毕沙，后生可畏啊，这个乌色对咱的青年杂志实在伤过重要，一定得吸收伊。丈夫啊，哎呦！这个时代，阁有会当入你单独秀发展的机材哦，
真正是无简单啦。不过你莫想了太过好啦，人吼是留学美国的博士生，阁是杜威教授的门徒呢，敢是你想要吸收就得吸收的人啊？人阁伫个美国，阁要转来，阁是一个问题咧。啊，无，这我会当保证，伊毕业了吼，一定会回国。那安尼讲啊？这个乌色吼，伊是孝子，伊伫出国留学之前吼，伊妈妈就甲定一层亲情啦。啊，伊妈妈吼，赶要抱孙，三工两工吼，都写批给伊，讲毕业了后先转来成亲，伊唔敢违抗母命啦。这个人真正足好诶，啊，想法有够好诶。虾米啦？哎，好阿爸，伊若转来一定都要吸收伊。文班啊，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那扫到这严重了啊，敢有吃药啊？啊，吃过啊，无效啦。吃还无效哦，药啊都要继续吃，无继续吃要哪有效啦？哎呦，我已经吃完啦，就是无什么效果嘛。拢吃哦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你莫再做啊啦，紧嘞，入去房间休困啊。哎呦，我伫遮坐一睏啊，我头一下睏嘞。安尼，你等我，我提钱来买药啊。哎呦，你莫去啊啦，摊来早都无钱啊。顶久个你付我的钱拢用了了，我这是老白金，忍者就好啊，无代志袂死啦。郭坤班，莫阁做啊啦，查你无破嘛袂死人啊，你去房间休睏啊，等我。查无破袂死人，不过查无破无再要煮饭啊。借三百钱，两百四块的，一百十块的，我哪无印象？这代志吼，你都莫阁考虑我啦，哈、啊，这是我咧管的代志。啊，你吼大思想家，就做你去放公文啦。杨虎啊，你看这个袁世凯吼，伊是真心想要做皇帝，是天怒人怨。啊，董玉即马吼，嘛无迄个时间来顾革命党的人啊，时间若较轻松吼，相机就出来啊。我想要趁这个势吼，出去招股。你这个大名人，人面色，加有一挂有钱人吼来入股。咱这十钱吼，凡事都有未来安尼。好，无问题。你负责找人，我出面。只要会当把十钱办好，你叫我做啥拢会。王阿伯，王阿伯，
回来哦，回来啊，回来。爸，今仔日哪会这么早回来啦？因为落雨，我都出家。哦，哎，明祖啊，这恩玲甲娇莲伫这做伯母，是不是嘛应该有工钱啊？我有给因，恩玲无来啊，伊讲工钱吼，都拄带在我这的钱啦。我才想要跟你讲哦，这两个囡仔的代志啦。你是伫搬运站咧做工，暗时等来我家吼，搁做编务，搁还去学法语。你看两个囡仔是不是伤忝啊？就是讲，即摆两个兄弟啊，生活的费用，拢是靠搬运站迄点仔工钱是无？是啊，我搁听讲哦，因伫搬运站哦，做工的时间加较长安尼。我有偷偷去问刁连哦，讲到底是啥物情形啦？伊讲吼，是为着学法语要欠学费啦。啊，你看要安怎？啊，囡仔吼，你看即摆是长咧大诶时阵诶，啊，若安尼做，身体着忝害去，你看要安怎啦？对，因两个迄边务费无爱滴，你应该付我啊。我是你老爸，应该我若收起来嘛，真正常啊，对无？你是咧讲啥啦？一项还一项，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恩人吼。讲这工钱要拄着我这大钱啦！你讲恁囝成哩，结果我根本都无成啊！伊吼，付伊钱无，啊你吼，固定想办法要甲我讨钱。这是五十块大洋。一百块大洋，这二十。爸，你何止这边创？听我讲啦，这钱哦，是我要恁两个兄弟仔交学费的，了解无？啊，紧走。赵虎，赵虎，你拢可以闹。哎，明祖啊，啊。你拄只讲啥物？我有借三摆钱，两摆四块的，一摆十块的，迄当时的代志啊，我来一点仔印象拢无啊。你的小簿我看卖，卖甲我讲遮啦，我搁一挂给你啦。唔是你要摕一挂给我啊？我是要看一下小簿啊，我奈就。懂嘞？哎、欸。等等等。这钱是要给恁两个兄弟仔交学费的，我讲唔对，无需要。你今日甲我讲清楚，你上届反对我是啥物？你这人伤贪心啊，想要爱家庭，佮想要爱国家。我想要有一个家庭，佮想要爱国，安尼佮唔矛盾？有矛盾。若要爱国，就爱放弃家庭，也若无，你只会对家庭造成佮较大个伤害。你敢真正感觉你的坚持有价值？至少目前是好，啊！你做你坚持，走走。恩人啊，恩人，恩人，丈夫，哎，丈夫，一直想要讲，一直想要讲，讲就起冤家。小强啊，你有看到学校门口告示无？学校以你有登记无出席的名义，甲你开除啊！我有看到啊，我并无意外。本来阁烦恼几落个月，啊，即马有结果啊，我会当专心去拼革命啊！小强兄，拢是我害你的。当初时，我真正无应该由你来做这个名义杂志的主编，你本来伫留立学生总会。文书委员会做编辑主任已经真无用啊！甲你也无关系啊，是我家己爱编杂志。即摆袁世凯做皇帝，国内吼已经乱糟糟啊，我根本无法度静心来读书。你为虾米拍算？先专心专意将《名医杂志》创刊号编好，互伊变做海外讨完的活动，然后我就回国上战场。听你安尼讲，我嘛坐袂住啊！会长我嘛得要毕业，到时阵我甲你做伙回国。
不过话讲倒转来，若真正就火线工程修正，我唔知我敢袂用。相公讨完就爱真刀真钱啊！人单独是用思想启蒙同款式来讨完，而且是为根本开始，未比浸泡的效果歹。小熊啊，听讲伊的杂志拄着大麻烦，已经停办啦。我知影，小麻烦啦，差不多得要解决啦，换一个刊名就好啊。啊，我即马正在为伊复刊号写文章呢。有影？来，我看卖。青春，好地无？这么长哦？我念给你听，你感觉一下。哎，好啊。地球，即生必修。我人尚在青春，以我人之青春，柔化地球之必修，虽老。有比诺亚，是这地球一直存在，这五人之青春一直存在，五人之青春一直存在，这地球之青春一直存在。1916年，李大钊在日本写到真有名的《青春》一文。文章，伊奋斗的革命精神，甲科学的人生态度，表达出明显的唯物主义思想，提出再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主张。召集青年，穿越过去历史的范围，破坏颠覆学说的束缚，以青春的精神不断来改造自我，以青春的朝气，青春的理想。唤醒已经沉困百年的旧中国，建立青春的中华。紧嘞紧嘞，外口真寒哦！哎呦，紧来行火啦！哎呀，紧坐紧坐哦，行火啦！哎呀，知影我回来啊！恁来过来看我，好。哎呀，等到恁爸爸吼，唔知影伊是无欢迎我回国，也是惊我抢走伊的风采啦。跟我结派头，你看这么久啊，还没来看我，真正是连囡仔都不如啊！哎，陈同秀，你问伊什么啊？哦，青年杂志甲别人共名，互人告侵犯名誉权，结果停刊啊，伊就一直咧无闲拍官司。啥目色这么歹啊？甲个启蒙大师陈同秀拍官司，那是咧讨皮疼嘛？哈？哎呦，哎呀，好啊好啊，咱就卖讲伊啊，啊？哎，阿恁呢？辛苦了，是不是真辛苦啊？我唔惊辛苦，阮一直咧勤工俭学，过了真充实。好，真好，我无看唔到恁。哎、欸，我甲恁讲吼，我即阵回国，第一是要上座多元服务，第二是要启动立法勤工俭学运动啦。啊，恁敢毋是要去法国？我来甲恁考一下，即卖西方上个流行的理论是啥物？但你问的进化论？哎呦！不简单啊，谁跟你讲的啊？我也是头听到的，上晚同齐开会，单独就跟大家讲规早起的进化论，讲物极天择是万国不变的真理，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。单独就意思哦，坐之观天啊，伊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其实哦，即卖上流行的理论，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，是克洛普特金的互助论。来，这是。我专门为法国哦，早转来给恁的一寡资料，恁哦好好看卖啊！我保证哦，恁哦对愈来愈了解，你一定会深深啊爱着伊。看卖啊，看卖！1916年3月，在海内外一片讨伐声当中，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，一场建校大复辟帝制闹剧夭折。自从辛亥革命以来，因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脱离中国的国情，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得不到劳动人民的普遍支持，四界崩壁，逼战逼败，处境困难。代表中国封建势力的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，被披上李氏以后，流亡海外革命者纷纷回国。
李大钊应邀赴北京担任新疆部主编。这个时阵，经过多元运动的洗礼，初步接受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李大钊，已经变作是充满新思想的革命家了。兄弟，恁家住倒位啊？永定门外，一个镇民啊。安怎讲？拖车的、卖家、剃头的、刣猪的、扛棺材的，拢住伫阮遐啦。安尼恁即马生活过了啥款啊？无法度过啊啦，实在是有够苦的。照顶一辈话来讲哦，嘛过着这个委屈的日子。